在球衣还有头盔的部分都跟过去不太一样。邱志成这一棒打在右边方向，右外手追过来，这个飞球最后遭到了接杀。那面对左投打得比面对右投更好。对，一垒手拦截住之后抛给补位的投手，刺杀了打击的陈杰宪，两出局。三个球就三振掉了潘杰凯，结束了一局下半同时的进攻，三上三下没有得分，两队一平。窜，那罗昂就没有那个秀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有秀到啊，这个掉一身是，触身球保送啊，巨大，没错，带起来，这个飞球，三位野手都过去，但是都没有机会处理。他们的个人数据都是创下新纪录，不错。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，又落地了，又是一次安打。但因为垒包上的跑者要确定这个球落地了才启动，所以这次安打虽然是得点圈有人的安打，但并没有为台钢队打下分数。是，对决球要拿出来了，回棒落空。最近连续两场比赛挤出安打，打第一个球，这个球在右边方向、啊、看到的是林安可。这个球打在游击区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刺杀了打击的陈荣基，一出局。最后还是用高角度的速球三振掉了林安可，是两出局。拿回来三垒手，哇，这个球拦截住之后对角线的传球，刺杀了打击的胡金龙啊。右边方向这个飞球要看落点，哇，刚好打在手套上的样子。球，哇，这球被咬中了，被逮中了，所以外野手根本已经放弃了。这是魔鹰啊，今年赛季第27号的全垒打，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那今年的打点数也来到了87分，现在领先的林安可4分打点。就这个打席有一点太执着在用他的四缝线速球在面对魔鹰哦，跟他魔鹰打到后来对速度已经开始逐渐习惯的情况下，这一球就直接咬中。好，比如像2020年的，哇，先看这一球，左边方向的安打，陈杰宪今年赛季的第128支的安打。来看一下沟通之后的这个球，潘杰凯打成了一个右边方向的飞球，二垒手向后退，在草皮接杀了潘杰凯。哇，这个球基哥并没有掌握好，又是一个二垒手，哎，交给谁来处理？结果都没有接到，都没有接到。哇，这个球不知道沟通上是不是稍微有问题哦。啊，这个球右边方向打了强劲，穿越出去是一支安打，先来二垒跑走，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得分，这一支40的安打攻下了第一分了，同一支队第一分。哇，回棒落空啊，一点上跑者走啊，但是台钢队这边怕双盗垒啊，这时候有一点投鼠忌器哦。对，胡金龙的球速良好，三坏偏低形成了四坏保送，会回到速球吗？这个速球被陈荣廷逮中，在左边方向，这个飞球落地，寿星的威力，现在同一支队要筹钱了吗？二垒的跑者现在回到本垒，在本垒这边 save。哇，刚刚这个转传哦，顿了一拍哦，所以让同一支队多得了一分哦。嗯，这个球送到了右边方向，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应该是足以形成高飞先打。左外手接上了这个球之后，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在三垒这边，是，对对对，那只能往好球在中间塞了。哇，又是一个好球在中间了。三垒上的这一分要回来，许哲业也参加了这个半局的打击派对啊。这时候一垒跑者还启动，但这个飞球三分还是没有投进去哦，所以这个球右边方向是一支安打，
一垒上了林安可，现在上二垒啊。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先传二垒，要再往一垒送，这球传偏了，不然应该是有机会抓到一次双杀。二游是做双杀的布阵，我觉得这个球被带起来，在左边方向进手套，但三垒跑者要拼本垒，经过转传就来不及了。是林丹安又是一支高飞牺牲打，他连续两个打席都打出了高飞牺牲打。中间方向的飞球进到了陈文杰的手套当中啊，遭到了接杀。出赛17个打数没有击出安打，哎呦，有没有机会终止十七之零的低潮呢？没错，这是一支好久不见的安打。是滚地球，同一支队要的滚地球出现了，但一垒这边是 safe， 是比较还是靠着自己的速度哦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陈仲庭接球传一垒，刺杀了打击的陈文杰之后，结束了这个半局啊。在今年赛季，陈伟浩过去33场的出赛，29.3局的投球啊，被安打的比例控制的还不错，不过四外球保送稍微多了一点。是。哇！但是这个打击导致3球3振啊。对，所以说是王柏荣的57，还有邱志成的55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左边方向仰角很高的高飞球啊。对。哇！所以打一颗变化球，捕手捡球传一垒，完成了这个三振，也拿出来啊。对。这个滚地球穿越出去是一支安打，变化球让王柏荣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哇，又捞起来，这个飞球进到了林安可的手套当中，是在下面到膝盖中间这个位置。本流方的界外球，哎呦，接到。哇，林丹安接杀了杜佳敏啊，形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。是要从第四棒的鸡哥陈荣基开始打第一个球啊，这个球来看一下落点非常巧妙，是一支安打。今天陈荣基的第二支安打，换有4支的优势啊。这一棒捞起来，在中间方向，陈文杰追不到了，林安可红不让。今年赛季的第19号。也是一支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所以在打点的部分呢、啊，现在林安可又追上来了。哇，同一支队非常需要林安可找回自己的长打本色哦，差一分而已。这个变化球，陈文祥挥棒落空，捕手捡球传一垒，完成了这个三振。一球，反方向的滚地球，三垒手并没有办法确实的接捕。是朱志杰现在要往二垒啊，跟裁判有撞到啊，不过还是顺利的上到二垒啊。对，哇，又打到打者。这个变化球，哎，打者觉得是有擦棒。是。挑战的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啊，可能把他的武器球拿出来啊。哦，但这一棒被逮中了，形成一支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。小黑在这场比赛的第5个打席击出了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，偏低选到了4坏球保送。哇，这球拉掉了。变化球进到了好球带，最终是投出了3振啊。9月10号的比赛，当时面对富邦队啊，头一局，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球，游击手向后退接杀。这比赛他有一支3垒安打，带有3分打点啊。这回则是3垒方向的滚地球，陈振明接球传球没有问题，刺杀了张兆远。
左边方向的飞球，这个飞球最后要上去了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这是一个精彩的守备美记，也结束了今天晚上这一场精彩的比赛。